因为那个保什么的东西出不来，我今年买了一台那个特别马力的那个福特，就后面双轮的那个越野车，我就是因为它那个雪地都非常窄那个路，我去年开着也是去全日本那个大吉普拖吹的，不行，我能不能打滑？去年那个出次交通事故，那个后面那个拖斗啊折过来，我一下车车停。